把这个自动化后面全部都通通做好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做啊？当然，第一个我们刚刚做几个动作，一先把清单里面这些哈，通通都定义成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名称。那有好多个啦，所以请各位自己再把每一个清单都做完好了，因为没几个啦，大概复制贴一下。 OK， 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再把你的问卷调查复制一个，好、哦、，Ctrl 键按住拖拉过来，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清空 ，Ctrl Shift 向右向下 ，Delete 掉就可以了。那、啊、再来的话就是哈、哦，去算那个年，哎，假设把那个 Ctrl Shift 向下哈、哦，然后把比如年龄的话，我刚刚讲插入函数嘛，哈、哦，用那个 VLOOK 函数，哎，去查什么？查前面一个的年龄，好、哦，然后。 Table array 是 F3 去找年龄，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名称好像跟上面名称一样，好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第二，啊，这个一定都是第二栏，然后呢 range lookup 也都一样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好像有一些东西是它好像不断在重复的，哦，它只是说顺序啦，哈，就是不断在往后，那最后按个确定，然后向下填满，那再下一个，哎，又好像重复一样的事情。 再下一个又重复一样的事情，所以其实如果重复的事情一直发生的话，你大概有其必要怎么样？再利用开发人员里面的什么呢？哎，接下来哦，不过我看大部分同学对这个都不熟了，但是你只要记得几个动作哦，我把动作放慢，然后呢，你大概就是细节部分以后就固定 SOP 就好了，反正你不要知道太多，你就是把那个固定 SOP 记下来就好了。开发人员哦，开发人员怎么打开应该记得了哈，早上有打开。 Visual Basic 里面的话呢，哈，记得哦。如果说我今天呢打开之后啊，理论上哈，我这先关一下。理论上应该是看到旁边没东西。好，啊，我刚刚另外的档案已经有写好。那我写首先第一个哈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请你在专案的这个地方哦，按一下滑鼠右键插入一个模组啊，反正开启到 Visual Basic， 如果里面没有任何模组的话，你就是把程式按右键。 插入一个模组 ，OK， 我们就是把程式写在模组里面就对了 ，OK， 所以你以后的话要找程式的话，就到模组里面去找 ，OK， 插入一个模组。那这个模组的话，哈，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，就模组里面可以写很多程序。那我在模组里面再插入一个程序，啊，当然第一个程序哦，我就叫问卷调查了。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帮我写一个问卷调查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大家名称的话打一下问卷调查。 OK，好，然后呢，把它按给确定就可以了。好，底下先不要管好了，因为它基本上如果按钮一定是 sub 哦，所以按确定 ，sub 的话呢就赋，其实也可以把它翻译叫子程式或副程式哈 ，sub 啊，也就是在这个模组里面呢有一个子程式叫做问卷调查。那我希望呢哦，它帮我做什么事呢？帮我跑一个回圈，因为我重复嘛，从哪一列呢？从第二列 Ctrl 向下。 到151列，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第二列到151，那你就可以把程式写在这个里面。那如何重复的话，哈，在 VBA 里面呢，它叫 for， 所以你打一个 for， 后面的话呢，列我用一个变数叫 i， 等于第二列空一格到就 to 哈，151，哇，这个可能就是有点直。 持续的哈，就是你跟那个 Excel 讲说，哎，你帮我重复做，其实这个意思就跟 Excel 讲 ，Excel 都看得懂哈。啊，打一个 next，next 指的是下一个变数，哦，它就是 i 是从第二个，哎 ，next 就变第三个，一直到151，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跳号一直跳。那我需要做什么呢？帮我把资料，所以这边按个 Tab 键，下一阶哈、哦。那输出到哪里呢？假设啦，我今天。 要让他帮我做什么呢？输出，假设我今天以哪一列来做练习呢？以这个性别好了，性别是 B， 啊 ，B 栏里面的话呢，所以打一个 sales， 刮胡，哦，然后后面的话呢，就是哪一列，哎，先哪一列 ，I 列的 B 栏，哦，然后 B 栏里面要做什么呢？等于先打两个双引号，打两个双啊，这两个双引号干嘛呢？哈。 你就把这两个双引号呢放公式就可以了。实际上哦，就是把我们刚刚的公式
放到这边来，它会自动帮我输出到 B 栏这个范围。那我把这个哈、哦、这边的、哦、公式哦，刚刚的性别哈、哦、里面的公式复制一下。复制完之后呢，哈，记得要取消哦。如果你没按取消的话，它现在切不过来，因为游标还在这里面，所以取消，然后再切。那切我习惯是从这边切，啊，或者是从上面这边 Visual Basic 可以啦，切。然后呢，把刚刚的公式贴上，贴到哪里呢？双引号里面就可以了。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哈，我把那个性别部分，哈，把它丢公式进来。好，那我们来试啊，其实这样已经写差不多了哈、哦，已经快要 OK 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改一下就可以。那我先试一下哦，我先把那个性别里面的这些资料哦，把它清除掉 ，Ctrl Shift 向下，按 Delete 清掉，里面空的哦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利用刚刚这一段，我已经写了输出到 B 栏，丢到这边来哦，我执行给各位看哦，上面有个执行嘛哈、哦。就是 play 的那个键哈，按下去，你会发现呢，它已经输出了 ，OK 哈，所以它其实是什么？帮我把公式丢到这里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 I 列的 B 栏，所以它会一个帮你丢进去。但是呢，其实已经离成功很近了。但是呢，哈，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这里面怎么全部都变男生了？哦，原来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因为呢，你现在输出的哈、哦，这边是 B 2，但是下一个应该变 B 3，但是它还是 B 2，有没有？它还是变 B 2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的这个程式里面哈、哦、，B 2的2哈、哦，可能要改一下，你必须把它改成 I。但是特别注意哦，因为 I 的话是从第2到151，就是你要去随着有没有？随着它那个下一列的列号。改变而改变，但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要把那个 i 放进去哦，你不是直接哈、哦、把2输入一个 i 放进来就不是这样哦，因为呢那个 i 是一个变数，那你要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叫字串里面的话，啊、哦，你要把这个 i 哈、哦、放在这个文字字串里面的话，你必须先把这个字串先切开，切开之后呢，把它用 and 串接。才可以放个 i 在里面，啊，不然的话会发生有问题啦，因为这个是规则哦，最难的可能在这里。那怎么改啊？特别注意哦，把2先双引号两个 ，OK， 啊，双引号两个是什么？把那个字串切开来了，切开来变两个字串，中间串两个 and， 再把 i 放到中间，这样其实就 OK 了哈、哦。不过最难的地方在这里，那。and 前后哈、哦、要再加空白 ，OK， 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程式就写好了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如果说你刚刚那个动作哈、哦，假如不是那么好记啊，我建议啊，你可以记一个诀窍哈、哦，就是干脆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再移到中间，啊、哦，等于是两个 and 两个双引号两个 and 再加一个 i 就可以了。啊，再利用空白哈、哦，把这个。and 前后呢再隔开，哎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如果说这边呢、哦、把它执行，哎，有没有发现底下就变动了？哦，所以你执行，假设程式没问题的话，那一样的道理哦。如果这个年龄部分哦，刚刚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，大家把它删掉好了。如果你不想要重来的话哈、哦，我教过一个方法，其实你可以如法炮制，把那个这一行有没有 sales。B enter 一下贴到这边来，那我要丢的刚刚是丢 B 栏，现在要丢 C 栏，所以请你把这边改成 C， 然后呢这边的话呢一样改成 C， 反正你看到 B 就不要把它改成 C， 性别的话哈、哦、你就把它改成年龄就可以，所以可以拿这个来年龄，好、哦，然后呢把这边怎么样再把年龄。好，接下来试一下执行，全部都做好了，看懂意思吧？也就是说哈、哦、，B、C、D、E 全部哦一样的逻辑，这样的话哈、哦，它就可以怎么样？只要你栏数多了哦，反正我觉得用这个方法应该比用刚刚图画那个来得快，这第一点哦。第二个是以后呢，
如果你要重复做的话，直接呢哈、哦、再执行一次就好了，以后不用再重新。像如果你以前用土法炼钢，你下次还是要土法炼钢。但是这个的话呢，你做好一次，以后都可以重复使用。那只是说你可能要学会哈、哦，如何在那个在 Excel 里面哈、哦、去做什么呢？重复性动作。那当然几个重点哦，先开 Visual Basic， 一定是插入模组，再插入一个 Sub 程序啊、哦，插入程序。程序名称呢叫问卷调查，那顶多你可能要在里面呢学会一个回圈的概念，好、哦，回圈的话是从哪一个变数到哪一个变，那、啊、实际上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的位置，哦，啊，输出的话呢哪一栏，哦，啊，前面这个 sales 指的是储存格啦，你要丢公式到哪一个储存格，所以这边的这个等号哦，实际上就是把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去哦。所以特别重要，你这个等号哦，你不要用以前学数学的概念来学习哦。这个等号哦，在这边应该是把后面的东西赋予到前面去哦。哦，这边特别注意哦，因为我发现蛮多同学哦，这个 VBA 程式学不好，就是你因为你包袱太重了。你以前把你以前学习的经验拿来学程式，这是完全不对的。OK， 请你把以前过去学数学的概念留到数学。程式是另外一个规则啊、哦、，OK， 请各位注意一下啊、哦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一样的方法啦。所以后面呢、啊，其实在什么教育程度、收入哈、哦，那其实我有一个简单，像我的习惯是吧，把这些全部干脆 Ctrl C， 好、哦，然后呢就把它复制到这边啊，就分别怎么样去贴，啊，其实就可以马上做出来，啊、哦，比如说这边的话，大家第一个哈、哦。这边一堆、哦、不过你可以怎么样把它 Ctrl+C， 然后呢先把这些什么 Ctrl+V， 先把架构 DEFGHIJK、哦、K 到 K 好了、哦、先不要一次那么贪心、哦、先把需要的先把它改一下。